德何能啊，就是俩说相声的啊。嗯，刚才在后台我们俩也说咱们得好好说相声，干别的也不是材料也没手艺，是一大堆记者在后台聊天说你今天有什么想法，我说这个我得说相声，我自己给自个儿重新规划了一下，有计划，我觉着我顶多有四分之一在拍戏和做节目上，四分之三我得说相声，是终归我是指着相声活过来的啊啊，是是，反正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这个，就会说相声。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，郭德纲、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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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大伙来是捧于谦老师啊，哎呦，可不敢这么说，特别的感慨啊，在我们这行业里，这算是忠厚长者，您太捧我了。真的，北京德云社后台左中老板，呵，中流砥柱，不敢当。而且来说，我老觉得他跟实际年龄并不相符，是吗？你老是，你看精精神神的啊，可不像个七十二岁的人啊。我眼瞧着就过坎儿是吗？特别的精神，可不，我刚四十一，啊，就长得跟七十二似的，哎。谁长得跟七十二似的？刚才后台去了几个女观众照相啊，又老跟您照相照相，哎呦，太喜欢您了，嗯，给您起了个外号，我还起个外号，管他叫五阿哥，怎么就行上五了我呢？啊，《还珠格格》里边有那五阿哥，哦，说您这帅劲儿，我精神，给我也起个外号，您叫皇阿玛，哎。把我气的呀，你我不平衡，我不平衡，那是，而且那前四个我没见着，哎，对，那您算有独生子了，这就啊。其实这段时间于老师也挺忙，都一块忙一块拍戏啊，忙里抽闲，他还回趟家，照顾一下，因为于老师有一农场，大伙都知道啊，养了好多小马啊，有人在电视节目看到过介绍，嗯，养那个马都跟狗似的。迷你马，迷你马哈，嗯，中国种群最好的一群迷你马，嗯，在于老师都有于老师的骨血，嗯，啊！这谁说啊？这话不能随便说呀，啊！这特别好，那天打电话又下了一个小马，哎呦，我给您道喜，又见一辈人啊！哎，这好，这都真事儿，又来了。一到我这都是真事儿，你看你我说的真跟真差不多吧？哎，就怕这个。这些日子。我们在一块儿拍戏，嗯，啊，家里才没顾得上，都是他媳妇儿，我们这嫂子，嗯，嫂子有见过的哈，电视上有节目看过，很漂亮，嗨，哎，谈不到倾国倾城啊，不至大户人家啊，宦官之后啊，又宦官之后，怎么老宦官之后啊？怎么着？官宦嘛，官宦之后啊啊，你安心拍戏，你甭管，我给弄孩子，哦，这份儿的，说实在，演员呢，家里都顾不上。嗯，媳妇弄了孩子，哎，不是，这儿玩玩，那儿玩玩，嗯，弄孩子上上海逛世博会去，嘿，啊，买小机器人回来，世博会啊，你就这玩世博会，这新鲜玩意儿啊，那当然，概念汽车什么样都有，嗯，小机器人买回来，嘿，他回家说什么玩意儿？嘿，好玩，你看这机器人，哎，啊，机器人还能开电视，嚯，啊，你这炉子上坐着火呢，到点上好了，他自己去给关，哎，机器人智能型的，多功能，可爱啊。还能那个识别谎言啊，能当测谎仪式，你这你一说瞎话，这机器人啪，这是来嘴巴，哎，打人呢，轻打就告诉你在说谎，哦，说谎说的厉害，他手举起来，嗯，变个手枪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哦，李强，于谦高兴，嗯，那天于思阳，于思阳，嗯，喊儿子过来，你在家乖吗？听话吗？嗯，孩子，我特别听话啊，这机器人啪，哎，没说实话，给孩子嘴巴，啊，孩子哭了。嗯，一说一乐，他这急了啊！怎么就这样的娘？啊，你这学说谎这么小，啊，爸爸长这么大没说过瞎话。啊，这机器人，哎呀，嚯，这来一狠的，哎，大嘴巴，嗯，啊，恼羞成怒了。是啊，奔着孩子，我让你说瞎话，我让你说瞎话，我让你说瞎话。打孩子，使劲打，啊，媳妇那儿拦着，你别下狠手啊！啊，哪有打亲儿子这样的？你看机器人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全是瞎话。这都真事儿，哎，是又真事儿，到我这儿全真事儿，都真事儿啊！
超哥好玩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喜欢玩，没事哪儿都去啊。嗯嗯，你想他养过狗，嗯，鸟，养鱼，养龟子，养龟子，巴西龟啊，哦，乌龟，他那大院刨一坑，呜，就养了好几百个，啊、哦，天天自个儿端着喂，弟兄们，弟兄们。我怎么个称呼？这是吃吧，都吃吧。哎呀，吃吧，吃吧啊！哎，这吃，嗯，就喜欢这个嘛。整个后台我最欣赏就是于谦老师。怎么呢？因为这个人也不怎么这么有人缘，真的。这您说我不还嘴吗？不就是？人也好啊啊！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喜欢他。那倒是，真的啊，尤其特别有女人缘。你这还女人缘？大姑娘小媳妇瞧见他，哎呦，就了，就跟看见那个似的。啊，看见哪个似的？白马王子啊！您说清楚了。前些日子上新加坡还有艳遇呢，怎么还艳遇？他上新加坡玩去了啊！走新加坡街上，当当了当滴当，里个里个当，里个里个当，当了。行了，别这猪八戒出去了是吧？啊，干嘛这音乐呀？不会不会配吧？反正走新加坡街上啊！哎呀，人家这天清水碧，嗯，花园城市是高兴啊。这正乐着呢，嗯，有俩对过跑回姑娘来，哦，说好看的，特别漂亮，嘿，一把搂着于老师，抱着脑袋就啃，又有一啃呢，哎呦，嗨，嗯，扭头人家松开了，于老师高兴，你干嘛亲我呀？啊，那女的乐了，啊，新加坡不让随地吐痰啊，哎呀，哎，回来显摆显摆啊，我显摆什么呀？我这事儿有没有？没，让他自个儿说这事儿有吗？没有，嘟嘟嘟嘟嘟，买去了。这老有这，您这还不如把假牙叼走呢。这都真事儿，又来了。有时没事还跟我出去玩去，爬山。啊、我们俩爬山，我不灵啊，我爬山。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我有时候反正最后一个上去吧，第一个下来。嗯、啊，您这是掉下来了呢。哎，我掉下来，我没伤着过。哦，于谦掉下准伤着，那回就是怎么呢？在西山爬山，站在山顶那儿啊、嗯，他高兴，我做首诗，啊，人下去了。哎，您倒让我说出一句来，站这劲儿太危险了。对，嘟，哎呦，吓死我了。啊，我这半天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、啊，等会儿还没到底呢。嚯，那就甭问了，准摔死这个。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？怎么办呢？啊，啊哎呀，这。您坐的还真踏实。你来了，你准站不稳。我练过啊。哎，谁来这姿势？等着吧，等好长时间底下，嘣，到底儿了。那、啊、怎么样？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行，等会儿，完了，这胳膊都动不了了，摔的，没死，腿，我腿能动，腿能动。嗯，摇晃摇晃脑袋啊，这都没事，就是俩胳膊完了，动不了了，折了呗。等着吧，等着吧，想法找大绳子，嗯，呱呱呱呱扔下去，这头拴到树上。嗯，来来来，走，行了，行，咱俩开始，一。二三，哎，怎么了？你胳膊坏了？啊，你我这，哎，我说啊，你胳膊坏了，你拿什么来着的？啊，拿牙咬啊，那掉下去了。谢谢啊，新加坡遇见他了，就是。啊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那真别去，给您的。我戴着不好看，好看。那说我是魔法师哈？啊，魔法师，魔法师啊！我说送一蓝的，去你的吧！还有绿的吗？给他来一个。啊，谢谢各位啊！这个无以为报，别下去。啊，老这么绿的，那、啊、这跟心情有关系啊。啊，那个高兴，嗯，你说于家有钱吗？有，嗯、说是说所有说相声的他第一，这是假的，未必有钱是真的、嗯，住平房是真的，啊，平房倒是住四合院是真的，嗯，这点咱们得承认啊，嗯，在北京城要说有钱净是这个，我住一个大别墅，我那院占三亩地，哦，你准在河北省的边上，啊，远离市中心，你二环里边你来三亩地不可能啊，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也别说，反正三环里、二环里，要是说住四合院的，也就有十个人吧，啊，就这么稀少，也就十个人，嗯，其中有他父亲，哎，对，这么说吧，北京城每十个人有一个是他父亲，嗯，谁说的？这是一个概念吗？这个，嗯，
十个住四合院的，有一个是，有一个就是他，就是他父亲啊，就是有钱啊。这个老头我觉着值得给他写上一笔，嚯，就人家这个生活状态好啊。要看完他这，咱就别活了，是吗？老头雇了几个保镖，嗯，雇了几个大保镖，看着北京那个特警下来的，嗯，一米八的个头，刀砍斧剁一般齐，嗯，这肉都拿着倒不动，肌肉。刚刚刚刚的，嗯，太阳穴努着，呵，这葡萄肉都翻着，有功夫，胳膊四棱子起筋线，嗯，拿空手打几十人假的一样，这人练过呀，伺候老爷子，嗯，这老头太棒，吃喝穿戴，哦、看完人家咱都得死去，不行了，真的，人家吃那个粮食都是哎，在延庆自己包的快递，雇人给我种，哦，吃那菜也是来自己种、哦，外边买就农药不吃，纯绿色，那老头吃那菜。都是自己的肥料催的，这一天得拉多少啊？这还自己的肥料催的，那怎么办？嘴馋嘛，是吧？嘴馋呗、啊，嘴馋就吃这个呀。就是，就保证他没有任何激素、化肥都没有。哦，喝水也是水，喝玉泉山的水。玉泉山，明朝、清朝两朝的皇帝只喝玉泉山的水。是乾隆皇帝做过一个银斗，嗯，普天下的泉水拿这个银斗称过，嗯。玉泉山的水是最清，这代表什么？杂质少，哦，喝茶也是，嗯、不管是大红袍啊、铁观音呐、啊，啊，还是什么这些个什么太平猴魁啊、龙井啊、雨前呐、啊、雀舌呀、啊、花片、嗯，不管喝什么茶，嗯、到原产地去，嚯、哦，看完之后这几棵树啊，这我包了、嗯，别人不许动，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，嗯，该这个采茶了，雇人采下来、嗯，连那个师傅载东西，坐飞机运到北京来，哎、看着你给我炒。现场车在你那儿弄完了，再回拉到北京卖，再买不喝，那就脏了，不放心。对，哎，做水那炉子上都带温度。嗯，大红袍多少度水？哦，喝铁观音多少度水啊？你看有讲究，太讲究啊！洗茶，嗯，喝茶必须洗。对，哗，铁观音嘛，比如说，嗯，这第一泡，嗯，哗倒洗嘛。他爸爸从第二泡开始喝。嗯、第三泡、第四泡、第五泡，越喝色儿越浅，多新鲜呢！我爸爸倒不上火了是吗？还越喝色儿越浅，喜欢这也没别的能耐。各位捧我们是，人得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当然是不是？嗯，到现在我们都认为我们就是俩小学生，可不是，跟前辈没法比。嗯，朱砂没有红土为贵。嗯，并不是郭德纲有多大的能耐，是，好多人听相声都爱听点于老师的真事儿。你刚才没少听了啊！其实说句良心话，我不是特别爱说你。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这个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哎，对对，认了。相声演员是四门功课，哎，脱鞋就唱，哎，脱鞋干嘛？怎么说？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嗯。这个唱分这么几种，是一个是我们本门的唱，嗯，这叫太平歌词，哎，除了太平歌词之外，再唱什么都算是学，是那叫学唱，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嗯，来，我唱一京剧，你不算唱，哦、人家有专业唱的，嗯，你是学人家，嗯，我唱评戏、唱梆子、唱大鼓、唱歌、唱啊，人家都有专业干着了，嗯，你就叫学，唯独太平歌词。只有我们专业唱这个，这是我们的本功啊！一个说相声的不会太平歌词，那是很丢人的事儿。嗯，啊，咱们唱几句好吗？好啊、嗯，好几百段了呀。哦，那算了吧，不唱了。那您说他干嘛呀？唱什么呀？啊，《白蛇传》。嗯，《骷髅叹》啊，嚯，好，好，然后呢？可以，嗯，行，嗯，什么呀？你猜我为什么这么爱唠片？为什么？我为歇会儿。哎，这嗨，一块喊我真听不见说的是什么。嗯，好几位喊《白蛇传》的，嗯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单刀会吧。对，您什么脾气这是？你们应该站起来！哇，我真的猜不透你。嗨，这个单刀会。传统曲目，嗯啊，关云长单刀赴会，哎，这说的是桃园三结义，三国、啊，三结义就是我跟怀表我们俩人，跟那段没关系，过去了啊，那个过去了 啊，唱几句单刀赴会，大伙儿听听啊，嗯。
东走扶灵下行船，鹿子敬白酒宴，约请圣贤。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，下着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，有官兵接受关公看，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鲁肃蹲守拜，拜上了亭后的虎驾前，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，那约请亭后来到了这边，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，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。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，骂了声则子你叫玉谦狗奸贼在朝中，这别唱了。郭德纲师徒齐上阵，老实说唱这么些年了啊，我以为这是正词呢。这您还是唱正词吧，这个就是本门的唱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都是学唱。嗯啊，京剧评剧梆子小曲小调，对，都是我们学的啊。这个你像北京小曲啊，说相声也应该学，是吗？很多小曲现在听不到了，您举个例子，在二人转里边您还能听到。哦，二人转人家上来唱个小帽吧，哎，反正对花十二月探小妹儿，嗯，这都是北京小曲儿，哦，哎，流传出去，流传到关外，咱们这也不唱了，人家唱的特别的好，哦，保存下来。你包括探清水河，哎，这有名，这是北京的实事儿，哦，啊，就是海淀火器营那边，嗯，蓝靛厂，嗯，啊，昆玉河边上发生的爱情的悲剧，哦，当时的民间艺人编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，哦，后来都不唱了，嗯，啊，但人家。东边二人转小帽还有这个，嗯，这么、啊、你这么着，您给我们唱唱这个探清水河，啊，这个很长，啊，这很长也不可能都唱了，掐着点唱啊，咱们听几段，听个热闹啊。嗯、掏了叶的肩上肩，柳叶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乐宫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处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啊。啊提起了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个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妞儿哎，年长那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，荷花班子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。尊俏好容颜，似仙花无人采，琵琶断弦无人弹呐、啊。奴好比貂蝉，暗思吕布啊。又好比阎婆惜，坐楼想张三、啊啊。太阳落了山，秋虫儿闹声喧，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在了我的门。前呐、啊，月下了今晚，那三更来相会呀、啊。大脸我羞答答，低头无话言。可以鼓掌了。嗯，好。哪儿去你们俩？嗯，哎，这干、啊，没事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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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啊。我可爱跟大伙聊天哦，挪那儿去了。嗯、哦。您管人家，你别逗人孩子。谁逗人家？要往我身上啊！你坐他男朋友跟前去。哎，你还真清楚。嗯，俩人好好的，管着管不着。其实于老师也能唱，我可不行。老百姓特别可爱，你一窜他就有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唱什么，就是有的人观众也知道，有时候唱就那四句现代戏，我唱唱、啊。行，
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好极了，现代戏啊。好，来来来，今日同饮庆功酒。好，来。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谢谢吧，献丑献丑。捧哏演员几乎不唱。嗯，今天各位这是点儿背啊，这让您赶上我这个了是吗？啊，我再唱一遍吧。啊，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对的。哎，对，我纠正纠正。我换几种形式来唱吧。啊，换形式。你心想，来来，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嗯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哦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嗯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好。